迪迦也被变小过，还有雷欧。可是三个奥特曼，哪个才是正确答案？是哦，不用担心。首先可以排除掉迪迦，因为他变小后是被关在乌鸦人的枪里面。那初代是雷欧，哪个才是正确答案？我觉得初代不可能，因为他也是被怪兽的缩小枪缩小的。那就只剩下雷欧了。你会不会他是不是？嗯，雷欧是你被关在气球里面吗？还有奥特曼被关在魔方、实验瓶和玻璃杯里。没错，你们一定要救出他们呀！你还没说困在这个魔方里的是谁呢？哎呀，这我们怎么想得到答案呀？我怎么觉得这个魔方这么眼熟呢？这不会是宇宙监狱吧？宇宙监狱，那不是用来关押光之国反叛者的吗？没错，被关进宇宙监狱的那就只有他了。是谁？就是贝利亚奥特曼。快问问他是不是贝利亚。贝利亚，是你被关在魔方里吗？是我。真的是你，下次可千万不要再被关进去了。记住了，求求你们帮我找到被关在实验瓶里的奥特曼。放心，包在我的身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你们说这个实验瓶里面关的是谁呀？既然是实验瓶，那么把奥特曼关进去肯定是用来做实验。咱们就来找被人类用来做实验的奥特曼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已经找到了，那快来救人。队长，是你被关进实验瓶了吗？不是我。不是？那你有什么线索给我们吗？ M1号，它和实验瓶有什么关联呢？M1号把一个奥特曼变小之后装到了一个实验瓶里面。那个奥特曼是谁？是艾克斯奥特曼。艾克斯，是你被关在实验瓶里面吗？还真是他。现在我们已经救出了艾克斯、雷欧和贝利亚了，就剩这个玻璃杯了。玻璃杯里面关着的会是哪个奥特曼呢？会不会是泰迦？他曾经变小掉进过咖啡杯里。不是吧，他只是掉进去了，又不是被关